幽门螺杆菌检测方法，其实我们现在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一个碳呼气试验，就是我们不管是碳十三还是碳十四都可以进行一个吹气的检查，非常非常容易，也没有创伤的检查。那么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大便的培养，通过这个大便的粪便的抗原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查，包括我们在胃镜下面可以做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病理的活检，然后进行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。